大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暗龙纪元：异端审判》的预告片。这游戏的开始画面好像放再久都没有片头，不能像刺客四那样，所以出来跟大家说说话。我是在大一升大二暑假接触这个系列，花了一个暑假把起源和觉醒玩完，然后就爱上这个系列了。它的一个特色就是大量的对话和资料。老实说，我觉得这个游戏比较不适合实况，因为可能一整集都在跟其他角色对话。不过因为我很喜欢，还是希望能把这个游戏分享给大家，就让我们一起去逛逛色达斯大陆吧。残念的是这个游戏目前没有中文版，我会尽可能的翻译内容，所以不可能像其他影片那样每日更新。我是希望一周能有一到二集啦，如果有误音也欢迎大家指正。第一集将会在5月2号播出，有兴趣的话记得收看哟。